漂浮母的原因啊，和其他各种各样手足畸形的原因是类似的。漂浮母呢，目前我们认为和遗传的相关性并不是特别大，因为从现在的我们临床的资料来看，它出现遗传的可能性很小，就是父母是漂浮母，孩子是漂浮母的情况非常少见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它可能和什么相关呢？和母亲的身体状况相关，包括母亲在这个怀孕期间，她是不是有营养不良啊，维生素缺乏呀，有感冒啊，发烧啊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药物的服用史，包括一些化学因素啊，一些物理因素的接触史，例如一些甲醛啊、醛类物质、挥发性这个气体的接触史啊，包括有没有这个放射射线的接触史，包括有没有抽烟或者是被动的吸烟等等，各种情况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母子的发育不良，出现漂浮母，拯救每一个折翼的天使。